联盟长期就用不止政策倡议，那我们也希望用一些艺术的形式，就是带领一些公共的对话。那这次后来的我们的同学的作品展也是，那我们像我们去年有杀人影展，都是一样，我们希望是用艺术的方式可以带领一些讨论跟对话，那成效一直以来都还不错，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启了这样子的展览。这个展览我们叫做后来的我们，的确我们认识的死刑犯就是在犯案的当下，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可能是最坏的他们，这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坏的那一刻。可是真的人是会改变的，你待在里面， 我不敢讲说他们变得多好，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改变。那我们很想要就是借由这个书画展，这是一个媒介，这可能不是他们的全部，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是会改变的。它那个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的，可以进去。